还好这回的速度慢，不然我怕的。啊？因为它是俯冲下去的。不是，那边比较屌。你是真的菜。Five。哎，下面还有一条。我觉得我有轻微恐高症。不是，这你是刚才都没有恐高的。那个巨诺斯小镇那四个呢？放放走了是，他来里头去，他书包。你希望多少钱？现在什么都不敢了。